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千亿媳妇儿徐子淇已经怀孕9个月，可谓临盆在即。身为千亿大突破的她，当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一定要保养好身体。9月18日，徐子淇还晒大突破福利，连丈夫李嘉诚都甘做她的拉车夫。徐子淇在网上分享照片，并用英文写道：“大突破的特权。”照片中，徐子淇坐在木车上，李嘉诚就在一旁拉住架子车，夫妻二人简直甜蜜到爆。车上的徐子淇也展露出幸福的笑容，羡煞旁人。照片发布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道：“好幸福的一家人呐，虐死单身狗的节奏啊！”祝愿准妈妈身体健康，生个漂亮的宝宝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千亿媳妇儿徐子淇已经怀孕9个月，可谓临盆在即。身为千亿大突破的她，当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一定要保养好身体。9月18日，徐子淇还晒大突破福利，连丈夫李嘉诚都甘做她的拉车夫。徐子淇在网上分享照片，并用英文写道：“大突破的特权。”照片中，徐子淇坐在木车上，李嘉诚就在一旁拉住架子车，夫妻二人简直甜蜜到爆。车上的徐子淇也展露出幸福的笑容，羡煞旁人。照片发布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道：“好幸福的一家人呐，虐死单身狗的节奏啊！”祝愿准妈妈身体健康，生个漂亮的宝宝。